电影让人温柔，从习以为常的日子暂时脱离，走进另一个再造的真实，得到旁观他人的权利。我这次选了这两部纪录片啊，其实是三部纪录片，都刚好是摄影师的纪录片。那你看这个躲在镜头后面的人，他的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，然后他怎么样去看待不是一个剧场式，不是一个舞台式的平凡的人生。蓝色大门吗，或是那个重金摇滚双面人，然后还有我也很喜欢那个阿奇里斯与龟。对，我觉得这些片影当中都会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转折，就是这个角色在面对人生的际遇来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。那些判断往往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决定的瞬间。当你发现其实还有更多选择，可以坚持，可以勇敢，也可以奢侈的逃离，就能更从容面对不够完美的世界。